掀开经本，八十五面第一行啊，从当中啊看起啊，烦恼作者，无顿时烦恼烦惑甚深，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非即烦心是佛心之行，彼不能度。那么这是五浊第三一类啊，这个第三类是烦恼。这个见着是见解上的错误，烦恼着是思想的错误啊，就是一个是你看错了，一个是你想错了啊。无顿时它也有五大类，前面见过叫力时，它来得很凶猛，来得很猛烈。那么这个五类呢，来的这个样子没有前五种那么样的猛烈，但是它很难断啊。前面那个力断起来倒容易啊，这个比较麻烦。古德有个比喻说，藕断丝连啊，所以呀、啊，很不容易断。那么即使证得阿罗汉果了啊，这四果罗汉呢，的确这个见惑跟思惑就是这两条啊，真的都断了。可是佛告诉我们，它还有习气存在。那个习气是什么呢？习气就是藕断丝连啊，它确实没有贪嗔痴慢，但是贪嗔痴慢那个习气还在啊，可见得断习气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贪是贪爱，嗔是嗔恚，痴是愚痴。所谓愚痴，就是对于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分别不清楚啊，往往啊把它颠倒错看了，这个就叫做愚痴。实在说，这个烦恼里面这个五大类也，愚痴是最严重的啊，也是最不容易断除的啊。愚痴要智慧才能够断除。那么像前面这个贪嗔这些东西，有定力就可以把它断掉了啊，定可以能够断得掉。唯独这个痴啊，要慧才能够断得掉啊，单单靠定啊还不行。所以阿罗汉有九次的定，他这个烦恼啊能够断。因为慧没有开，所以他习气不断啊。可见的这个习气里头啊，这是痴是最重的。这个慢呢是傲慢，疑是怀疑，怀疑为什么把它列入到根本烦恼里？那么这种疑不是普通的疑，我们过去学佛、读经、听经，
现在许许多多。实在讲呢，对这个疑这个字啊，都认识不够深刻。其实疑摆在这个地方算是最严重的烦恼，它真正的意思就是对于净宗念佛法门的怀疑。那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因为这个法门对他怀疑，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呢就出不了三界。如果对于念佛法门不怀疑，换一句话说，前面所有一切烦恼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疑不是指别的，就是指啊，对于念佛往生成佛怀疑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严重的地方。那么说这五种都能够反动，反是能叫人心烦，这五种都会叫你心烦，动就叫你动心，我们今天讲动感情呢，扰乱让你自己心神不灵啊，不得清净，那这就叫着了。烦恼着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可以说是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来得严重。大师给我们说了，如果不是一种就烦心，即是佛心这样的一个方法，你就不能成就。那么凡心跟佛心要是一个心呢，理上讲没有错啊，大乘佛法都是这样讲的，事上讲不行，事上讲凡圣决定不一样。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念佛法门之外，经常给我们讲同生性跟异生性的三贤以下的菩萨三贤声闻缘觉六道众生都是属于异生性，这个异生性跟佛性不一样，是凡夫性，难成就啊，难成就啊。那是讲这个身为圆觉菩萨了不容易成佛，我们六道凡夫不容易超越三界，这是大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人决定不是这一生就完了的，人有来生的，有来世的，这一世说实在的话时间很短暂的，往后的日子长，这怎么过的啊？所以聪明人他考虑到将来怎么办只有迷惑颠倒的人把来生疏忽掉了，只看眼前，所以这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在一切修学法门里面，唯独念佛这个心
是真心，是本性。我们前面提到多少次了，能念之心性不可思议。为什么呢？这个心性呢，就是佛性。所念的佛号不可思议啊！佛号是什么呢？佛号是性德啊！不但是性德，是真心本性圆满的德号啊！能所都不可思议啊！这个就是。即凡心是佛心之心，就是持念佛往生这个法门啊，除这个法门彼不能懂。众生诸者，众生诸怎么说呢？这见烦恼啊，见是前面的见诸烦恼诸啊，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啊。这个见是错误的看法，烦恼是错误的想法。你把宇宙人生看错了，想错了，因此所感的是粗鄙无因和合假名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实在就是我们常讲的万事万物啊。我们人是众生，花草树木也是众生，山河大地也是众生啊。这个众生的意思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这叫众生。众生是这个意思，众缘和合而生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动物，在佛法里面讲有情动物呢，把这个语言呢归成五大类，叫五音。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呢就是身体，身体是物质，色是代表物质啊。物质之外有精神，这个精神里面呢讲的比较详细，有受想行识啊。有受是感受啊，感受它有思想啊。那么它这个有这个行呢，使这个思想呢，它能够绵绵不断啊，这个叫行啊。也是讲的时候，它是刹那生灭的啊，是一种相续相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接着说刹那相续。识就是唯识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我们中国俗话叫灵魂呐，这个佛话里面叫神识啊，叫神识啊。这个是六道轮回呀，就是神识去投胎啊。那么在没有开悟之前啊，没有见性之前，神识是主宰
那么换一句话说，是真正的我啊，这是讲什么？没有见性，见了性之后呢，神识也不是我啊。真正的我是什么呢？是真心，是本性啊。真心本性呢，才是自己的本人。那么识是什么回事情呢？识是我们真心本性迷了，迷了给他起个名字叫做识啊。他要悟了呢，悟了就不叫他识了啊，就叫他做性啊，叫他做本性啊，叫他做真心。可见的识跟真如本性是一个东西啊，只是迷悟有两个不同的名号而已啊，其实是一桩事情啊。那么在物质上呢，比如像植物、动物，它虽然不是五音合合，诸位要晓得，它至少啊有三个音合合。它里面的植物跟矿物里头，没有受，没有想。啊，它有色，啊，色是物质；它有识，识呢，在物质上我们叫它做法性，啊，做法性；在有情呢，我们叫它做佛性。佛性跟法性呢是一个性，可见的这个真性呢，是宇宙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一切万法是从它而生的。那么这就是许许多多的因缘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那么因为这个见解跟思想的错误所感召的这个色欲心呢，都不清净了啊。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这依报随着正报转呢，是一点都不错啊。所以众生称之为诸众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被污染了，生物都被污染了。众生浊中，非心念之心必不能动啊。在这个环境里面一定要有个厌离这个污染的世界，污染的环境啊，我们去发心呢，要离开它。我们要取一个清净的环境去进修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个清净的环境啊，你能够舍利啊，能够取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就得脱啊，这样才行。换一句话说，通通是指本经所说的念佛成佛的法门。命浊中呢，是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命中。命这是大家常讲的健康长寿啊，那个果报就好了。如果不健康不长寿，那个命呢就裂了，就不好。这是古上讲。因是什么呢？这个一定要知道。
一个清净心，第二个大慈悲心。如果我们有这两种心，这个因呢好，果报一定好啊！果报就是健康长寿。那假如我们这个因呢不好，第一个我们一心呢不清净，第二个不慈悲，那么你所得的这个身呢，必定是不健康也不长寿。啊，我们看这个世间人，佛说的好啊，六根呢，具足的人很难得了。啊，这六根具足，用现代的话来说，健康没有缺陷的人，这就是六根具足。啊，是眼看不见了，这眼根不足了；耳听不见了，这耳根又缺陷了。啊，那就在人生当中不圆满了，啊，不美满，有缺陷了。啊，所以哪一种果报啊，都有它的因。啊，诸位看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啊，里面给我们通通都列出来佛的32相，32相是果报。那32相怎么修来的呀？我们要知道啊，啊，你修殊胜的因，一定感殊胜的果报。啊，那么大致上来讲呢，啊，就是我们不细说，从原则上来说，啊，从纲领上来说，佛给我们讲，布施啊。是因，福德是果，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这三样东西都是世间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呢，天天在求啊，啊，求财富，求智慧，求健康长寿，啊，能求得到吗？不见得能求到。原因在哪？他不晓得修因，啊，修因呢一定就得到果报，啊，所以这个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知道这个事实。不修因呢，祈求果报，那是幻想，啊，那是得不到的。啊，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人，确确实实缺乏的慈悲心，缺乏清净心，因此命就浊了。这寿命呢就短促了。那么在命浊中，非不费时节、不劳勤苦之心，必不能中。啊，在命浊这一个环境里头，用什么方法修行容易成功呢？因为寿命短，那我们最好选一个不费时间的，也不太辛苦的，这个容易修啊。那么这个法门呢，正是不必要很长的时间，也不要很辛苦，就成功了。作此执此信念，庄严一身阿弥陀佛，
诸位要记住，信愿持名啊，要有深信切愿，这一声阿弥陀佛就转无着了，转借着为清净海会啊。诸位要记住啊，信愿持名啊，什么时候转呢？现前就转，这个不可思议 啊！昨天我们都得问哪一段文呢？哎，这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立刻就转了，转得真快呀！啊，转见着呢为无量光啊，正知正见。转烦恼着为常寂光啊，我们把错误的见解转变成智慧的观察，把一切烦恼啊转成为大定啊，转众生着为莲花化身，转命着为无量寿啊！啊，你要问怎么转法，信愿持名，你看多容易呀、啊！难在哪里呢？难在人不肯相信，那就没有法则。所以这个法门呢，一切诸佛呢都感叹难信之法。啊，哪一个人相信，这个人叫真正有福了。啊，这个有福绝对不是凡夫能够理解的，凡夫观念当中有福那都是很小的福报，这个当中是有福啊，你跟诸佛如来的福报一般大了啊。换一句话说，这不是小福啊，是究竟圆满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啊！只要你能够相信啊，你能够做到信愿持名这四个字啊，这就行了。故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与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欧益大师在此地是明白告诉我们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念阿弥陀佛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成佛。今以此古觉全体，授予诸佛众生。释迦牟尼佛对得起我们，说实在的话，假如佛不给我们讲弥陀经，不教给我们念佛往生这个法门，佛说千经万论都对不起我们啊！为什么呢？讲的是来生得富贵的方法，来生升天的方法，证阿罗汉辟支佛成菩萨的方法，没有给我们讲成佛的方法。没有给我们讲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业障深重的凡夫也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圆成佛道，这个方法没有说，怎么能对得起人呢？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决定不辜负我众生，所以这个经典这个法门是
是尽虚空变法界普遍在宣扬啊，这个法门这个经典是古旧全体故就是如来啊，他成佛了，把他成佛全部的都说出来，毫无保留的通通贡献出来，就在这本经上啊，成佛的秘诀，成佛的方法就是信愿持名啊，释迦牟尼佛使用这个方法，十方世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给大家讲也是用这个方法啊，怎么知道的呢？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啊，禅宗也好，密宗也好，教下也好，戒律也好，真正修成了，最后都是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共同的归宿啊。那么到了华藏世界，他见到文殊普贤，文殊普贤叫大家念佛，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啊，到了去干什么？圆满成佛。啊，所以最后真正成佛没有别的，信愿持名，这个要知道啊啊，华藏世界的化身大师信愿持名圆满证得佛果了。我们今天虽然是不必凡夫啊，可是我们用的方法呢也是信愿持名，我们的因跟诸佛所用的因相同，那国报怎么会两样？那国报两样就不公平了，那讲不通了啊！所以信愿持名啊，果是成佛啊，菩萨用这个方法才成佛，摩罗汉用这个方法他也成佛，我们用这个方法也成佛，乃至于地狱魔鬼畜生用这个方法他也成佛，因同果决定相同，是这么个道理啊！啊，这就是这是果就是全体授予诸佛众生。那诸佛素心境界，这个真的这个因果是太不可思议了啊！我在讲观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很多啊，观经三福啊，幕后一条深信因果，我搞了几十年才搞懂啊。假如他深信因果摆在第一条，我一点都不怀疑啊，他摆在第三条，第三条是菩萨修的，所以我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就是照古人注解讲啊，囫囵吞枣讲下去啊，实际上我自己怀疑啊，为什么菩萨难道不相信因果吗？那我凡夫都知道善有善善果，恶有恶报啊！凡夫都晓得，难道菩萨不晓得吗？这搞了很多年呢，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深信因果不是别的因果，就是这里讲的成佛的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真的。许许多多菩萨不知道，菩萨要知道了，他还去修别的吗？修得那么辛苦，需要那么长的时间，那多冤枉啊！马上回过头来念佛，立刻就成佛。
所以许许多多菩萨不知道啊，因为它是佛的境界啊，为佛与佛能究竟啊，就对于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正清楚明白，那是一切诸佛才办得到，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这个九界里面第一个就是菩萨，包括等觉菩萨啊，一直到地狱众生九法界，九法界里面这些人啊，连等觉菩萨包括在内，如果没有佛力加持的，靠自己的力量，说老实话，不要说他理解了，他不可能相信啊。换句话说，弥陀经上讲的这个没人相信的啊，我们今天一听到哎，就点头啊，都相信了。你凭什么相信？诸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今天我们凡夫能相信这个法门啊？说来讲就九法界众生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这个法门，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善根啊，自己善根成熟。第二个呢，是阿弥陀佛与一切诸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才会相信啊！啊，当然，佛是大慈大悲，哪有不加持道理？如果你的善根没有成熟，加不上。必须自己善根成熟，佛力加得上，你才真心，你才真念的那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不中断了啊！连等觉菩萨包括在内，都是这样。度众生，别指无主我人啊，这是经上讲的诸众生，这是单独指无住恶事的造物的众生，就是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这个下三辈往生的啊，他讲这个上中下三辈呀，就是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上三品是大心凡夫啊，就是有这个大群心的，心量很大的，这上三品往生的。中三品呢，是世间的善凡夫，善行的啊，不作恶的，修善的凡夫，持戒修善。下三品呢，是造恶的凡夫，是恶凡夫啊。这个地方讲诸众生呢，就是观经讲的下三品的这个作恶之人。一切世间这是通知四土，七世界九界有情啊，这一句是通知啊，也就是说九法界都包括了啊，前面那个诸众生呢，是九法界里面人道里头造恶的众生。这一段呢，实在是
很难得啊。欧耶大师给我们说得这么清楚，交代的明白，非常的难得。这个流通分里面，这个性运行三段呢，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下面呢是教主接谈，前面也有一段小序文啊，就是这个解。前劝信流通是祝福付主啊，前面劝信呢是六方佛那一段，那是十方无量无边祝福如来对于我们的祝福。此本是付主啊，劝愿劝行呢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对于我们的祝福。祝与六别从同，但因一切世间有情祝福所云汝等众生，当知文殊迦摄等皆在所住也。祝福的言语也就是经文啊，经文很简略啊，文里面只是讲一切事情如等众生啊，这样的简单。但是这一句话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事情跟如等众生的，都是包括九法界的凡圣啊，上面连等觉菩萨都在其中，文殊是等觉菩萨啊，菩萨当中的上首。迦摄呢，这是罗汉的上首啊，所以没有一个不包括在里面啊。请看幕后这段经文，舍利弗，当知我于无着卧室行此难事，得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前面欧耶大师跟我们说过，他说故一生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与五浊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讲的这段经文。可见他欧耶大师说这个话了，真的是有根据啊。而我们天天念阿弥陀经，有很多人阿弥陀经念得滚瓜烂熟了，假如碰到一个人问你，哎，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你这呆着不知道，哪里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法门就在弥陀经这一句嘛。可见的我们天天念经啊，有口无心啊，这样重要的一桩事情呢，居然啊马虎过去了，没有留意到啊。如果你真正留意到了，我相信啊其他所有宗派法门呢，你都不要修了。
为什么呢？不但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方法成佛的，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个方法成佛的，我不修这个方法，我还会修别的方法吗？不可能的事情吧。为什么还搞其他的法门呢？把净土法门摆在一旁边，对他不认识，不了解，不知道诸佛是怎么成佛的。欧耶大师真的对我们有大恩德了，他要不给我们点破，说老实话，弥陀经我念了几十年不知道，不晓得佛是怎么成佛的。到这个地方，这真是恍然大悟啊！这个一切佛是等觉菩萨用这个方法成佛，大家相信啊。我们业障深重的凡夫用这个方法也一样成佛，就摇头了，不相信。这是道理没搞清楚，事实真相不明白。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是万缘放下，真的放下了，其他的什么都不搞了。古来有许多真正彻底明了的人，那么他在一生修行当中所表现的，就是一卷阿弥陀经，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其他的都舍弃了。近代印光大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老人家的道场，苏州灵岩山寺，他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平常用功的就跟打佛七一样，一天六支香，平常一天六支香，一支香呢是一个半小时，这个道场，他老人家定的规矩定得很好。第一个呢，不收剃度的徒弟，使这个十方的人到这里来修行，与这个道场啊关系都平等。等于说没有亲属的关系，这个道场啊，任何一个人不可以在这里收出家的徒弟。第二个不传戒，第三个不做法会，第四个不讲经，就一句佛号念到底，顶多呢只是在念佛当中啊讲一点开示，这个开示的提警惕大家，如此而已。专修啊，所以一个道场啊就怕杂怕乱，所以我们常常啊提醒同学们，这个真正道场啊要有道风与学风，道学呢才算是一个道场。
但是根据这个标准呢，现在我们所能见到道场就太少太少了。啊，古时候啊，确实是如此。啊，所以道场能成就很多人啊。啊，这个道风就是修行的方法。啊，你比如像这个印度的道场，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年360天，天天一样，啊，叫常年佛期，这是他的道风啊。学风呢，专一净土五经，啊，五经以外的通通不涉猎了。都不看，都放下，学风啊！啊，学风是解门，我们修学理论的依据；道风是实行，我们真干了，啊，这才叫道场。啊，所以假如。这一个道场里面学得很杂，学得很多，同学们在一块是在讲无所适从，这不能成就你，是吧？那么说得好听一点呢，种一点善根而已，啊，除了在种善根之外没有办法成就，啊，因为什么呢？不断不精，我们讲精进的，它不是精进的，它是多了就杂了，是杂进，是乱进，它不是精进，所以这个不能成就，这是我们应当要注意的，啊，要特别注意。信念持名一行，啊，这种修行方法不涉虚伪，这个涉呢是涉及，虚伪就是所谓的，不需要用其他方法掺杂在里面修，啊，专修就行了。就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不假方便，这个地方讲不涉虚伪啊，跟不假方便的意思完全一样。啊，用不着禅，用不着咒，也用不着什么都用不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你看多简单，多容易。啊，就这么一句佛号。就圆转五浊了，这前面说了，五浊是圆圆满满就转过来了。这两天，这个电视新闻里报告台湾呢，这旱灾呀，缺水呀，啊，我们馆长发了慈悲心了，通知台湾我们道场啊要求雨。他今天问我求雨啊，应该怎么求法，禅门日诵里头啊有求雨的仪规，啊，一般人做的。莲池大师过去住在杭州，啊，他那个云栖寺在杭州，杭州有一年干旱，杭州的太守知道莲池大师是个有道德的高僧，去求他，请他出来求雨。那么老和尚说，我这个仪规都不会，我只会念佛，除这个之外都不会，啊，但是求雨是大众的事情呢，也不能不做。他老人家拿着木鱼叫这个徒弟们跟着他到外面去念阿弥陀佛求雨，
哎，果然就奇怪，他念到哪里，雨就下到哪里。真理呢？啊，所以莲池大师念求雨也是幸运持名一心，没有加别的东西。这个诸位，你看莲池大师传记上有记载，无论做什么、求什么，通通是一句阿弥陀佛。真管用呢，哎，换一个名堂的时候说老实话，效果就差很远了。就这一句佛号，真正不可思议啊！唯信乃如啊！你不信啊，那就没用了。你要真的相信呐、啊，非思议素心境界，这是照应前面一句。不是九法界众生靠自己力量的能够明了这设非本思，乃如若是是这菩提以大智大悲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有秉此业财。这是讲的要不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啊，以大智慧大慈悲把这个事情看得清楚，而且自己就这么做啊，这个事情见思是什么，是持名念佛成佛，这个他看清楚了，他就这么做，他为我们说出，我们才知道啊，才能够跟他学、啊、然无人处借着中决定为实所有为苦所逼，这后面讲这个无着难超 啊我们处在这个大时代啊，这个染无的时代里面，决定为时间所有，这个又就好像是囚犯关在监狱里头逃不出去啊！哎，换一句话说，你逃不出这个戒束啊。俗话常讲在戒难逃啊，就这个意思啊。这句话就是在戒难逃啊，你为苦所逼啊，这真苦啊。处见着中决定为邪智所缠，邪思所惑，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这个不学佛的人，这就不说了。你看学佛的人，多少人走上了邪道？啊，遇到邪思啊，走上了邪路啊，发的是好心呢、啊，但是不能。成就啊！我们见到这些人呢，当然会生同情心，会产生的怜悯心，我们也希望帮他的忙，能不能帮得上？换句话说，你劝导他，他能不能回头呢？不见得。而且劝导还要有善巧方便，一定要知道这个时代呀、啊，借助这个时代呀、啊，众生主啊，发如魔墙啊，正法的道场没有几个人来啊，邪法道场来的人啊，成千上万呐、啊，挤都挤不动啊。这些无外由他的护法神。我们自己道德
定力都不够啊，不是他的对手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真正修行人要了解时事的环境，没有这个时界因缘，一定要成就自己啊！度众生是我们的本愿，不急着在一时啊！我现在在兴旺的时候，极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跟他斗不过他了，他有衰的时候啊！等到他衰的时候了，到败亡的时候了，佛法法运呢兴盛起来，那个时候再度这些众生不迟啊！这是一定要有智慧呀，观察，要有善巧方便呐！除烦恼诸众，决定为贪欲所现，物业所证。这个在先前社会当中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啊，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贪呢？贪是一个陷阱的。我们看到许多人往这个陷阱里面跳，这个可悲呀！贪图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是三恶道的陷阱。贪图除世间的佛法，还是三恶道的陷阱啊？为什么呢？佛教我们断贪心的，不是叫我们换贪的对象，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不单世法要放下，要舍弃，佛法也不能执着，也得要放下啊！说还有许许多多这个好的佛法我没学，不怕，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也不迟嘛啊！何必在现在命浊当中寿命很短粗啊，哪有时间学那么多的法门呢？四弘誓愿愿里面说得好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我常说啊，这个两愿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办。现在呢，我们要办的呢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要干这个啊，度众生我们要发愿，与诸佛如来的愿没有两样。今天我们急需要做的是断烦恼，是要离开无助啊，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办的大事啊。所以这些大经大论，纵然喜欢它，也暂时把它放下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说，这就对了啊。我们现行这个阶段一心一意，求
生净土。说众生不众，决定安于臭秽而不能动觉，甘于烈热而不能分飞。这个众生多，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社会众生，可以说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污染了大多数人心不清净，念念都在造恶，所谓的即非尘世我们看成习惯了，以为这是正常的，这是自然的，这是对的吧所以今天讲贪财贪名贪利争名夺利，这个社会上这是正常的，这应该去竞争的，不但不反对还鼓励你你要是不要这些名利，这个人傻瓜了，这个人糊涂啊，是非颠倒啊，善恶混淆啊，今天是这么一个社会所以众生处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他就安于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严重污染的环境，这会是污染的代名词，而不能动觉，你没有办法看清楚你不会在这个里面呢觉醒过来。甘于烈热，就是我们一般讲甘心情愿同流合污，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分飞呀，不能摆脱出命作中，决定为无常所称，石火电光措手不及。命浊寿命短促再加上疾病众多我们中国古德常说病从口入，不但这一切肉类是治病的根源，印光大师说得非常好说得很透彻今天就是连植物我们吃的也是疾病的来源为什么呢？这些植物都用这个化学人工去培养它，那么再加上农药美国还稍微好一点，台湾的蔬菜稻米都掺杂着很重的农药我们从前在台中这李老师这一生是吃场所的，他非常感叹地说米，台湾的米里面有化石粉，那个米好漂亮
他说现在哪里，这不是人呢、啊、三餐服毒啊，他人怎么不生病呢？吃素的人已经三餐服毒了，肉食的就更不必说了。所以这社会上奇奇怪怪的病从前没有的啊，奇奇怪怪病是越来越多，这个都是命主之中啊。所以这个健康的人越来越少啊。那么决定为无常所成，这短命是火电光，这都是比喻啊，短暂，人命无常，一口气不来，措手不及啊。这个时候后悔回头来不及了，所以一定这个修行的方法在极短的时间能成就啊，不需要很难很困难就能够修学这个法子，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才能够成就。说若不深知其甚难，这一句话好，真的对我们修行人，特别是有高度警觉心，希望这一生永脱轮回啊，能够有对这样的人呢，叫当头一棒啊。你想的五浊超越难，太难太难了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容易超越啊，所以要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可出无助啊！不要以为还有别的方法，实在告诉你没有了，没有别的方法了。要想超越五浊恶世，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佛道，只有这一个方法。风波这里细论纷然，这个风波是烟火弥漫的样子啊，好像这个房子被火烧的烧起来了。那个警觉的人赶快逃命要紧啊，迷惑颠倒的人还在那里逃命，细论纷然啊，还要研究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管用的。这个后面这几段开始实在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深知其甚难，方肯死尽偷心。保此一心，这个死尽偷心投机取巧的念头，也就是说还以为有其他的方法啊，把这个念头啊断尽，这叫死尽偷心啊。印光大师做到了，莲池大师做到了，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呢？深知其甚难啊！所以一生呢，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保此一心，把这个一句阿弥陀佛看得
非常宝贵呀、啊。此本是随己口说其难生，而身诸我等当之也。出普劝经，所以这是身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是在讲，佛在此地为我们展现的这个样子，也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在他自己教区对一切众生，就像释迦牟尼佛今天对我们这个说法完全一样，苦口婆心的把这个事实说清楚，事实搞清楚了，我们才晓得真难啊！佛这才劝导我们，这一个方法容易成就，必定成就。能相信能发愿能念佛的人果然都成就了、啊、这是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真正能体会诸佛如来对众生的恩德，没有任何可以跟他相比的，这个恩德太大了。佛说此经已，舍利弗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各位大师，这个幕后一段是法门不可思议，难信难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不一人能发问的、啊、这个经诸位细心去观察，世尊虽然叫做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弗从来没有答复一句话，啊，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对于这个事情一无所知，说什么？能答了，多少要知道一些。这个为什么无知呢？为佛境界，不但这是叫着舍利弗，舍利弗答不出来、啊、就是叫着文殊师利，文殊师利也答不出来。这才显示出法门不可思议，显示出难信难知，因为它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而且不是果地上的部分，是果地上的全体。如果是果地的局部，等觉菩萨能答得出来。那法身大师多少也有一点消息啊，那是圆满的这个境界的，那是等觉菩萨都没有分。
无业人能发问者，佛之见机啊，佛的圆满智慧照一切众生啊，知众生成佛于说，这一句非常重要，不可以轻易地看过去。所以这个法门是对什么人说的呢？对众生成佛圆熟，对这个人说的。因为这个听的人呢，听了他就相信，就发愿，就肯干，这个人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法门不是教菩萨的啊，不是叫你成菩萨，不是叫你成罗汉，不是叫你成辟支佛，是教你这一生成佛啊。你把这个法门去劝你的亲戚朋友，他们不相信呢，你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啊？仔细看看他像不像个佛，他成佛的机缘没到呢，佛来了他也不相信啊，我们跟他讲有什么用处？跟他讲他不相信，这是正常现象啊，他要相信了那才奇怪了。成佛圆熟的众生少啊，少之又少啊，不多啊。那个不成佛的那些众生，是造作罪业的众生，那个人多。这些事实我们都要了解，我们自己听了《生欢喜经》这个真正肯发决定的大愿，一心持名求生净土，我们自己要庆幸自己原来这一生呢，我这个成佛缘熟了，所以有这样殊胜的因缘，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个法门，这是得诸佛如来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这个经典方法就是加持我们了，我们接受过来就成就了。不问自说啊，佛还等人问吗？不必等人问，人家问不出来嘛，就不必等问了，自说了，这个经是无问自说的，令得四义啊，欢喜的利益，生善的利益，对治恶习的利益，得第一义的利益，这四七坛前面都讲过。时语化了啊，就好像说我们需要雨的时候，雨就来了啊，风调雨顺了，来的时候正得其时，故欢喜现受啊。那么这个就比喻我们的缘成熟了啊，什么缘呢？成佛的缘真是难得，真正稀有，生欢喜了，身心一悦，明欢喜，毫无一二明心，我们对佛所说的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完
完全肯定的相信，这是信。明那不忘啊，我们接受了佛的教诲，明明白白记在心里，念念不忘的，这叫受啊，完全接受过来，感大恩正，投身归命啊，感谢世尊无比的恩德，投身归命就是全身依靠了，这个就是讲的心受奉行啊，依照佛的教诲呀，认真的去做，这个叫做的啊，这是解释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啊，依教修持一往不退名而去啊，法会也散了啊，散了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法会散了是修行的开始啊，所以这个去坐地而去是去真干啊，真修啊，净土法门理论境界，那是为佛与佛才能真正明了的，但是修行的方法简单容易啊，只要求的信念持名，直接稳当，而且是极缘极本，人所难信也是人所难知啊，我们能信能知，这个原因呢，就是成佛的缘熟了，像无量寿经讲的，听了这个法门，明信发愿求生，这个人呢，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升起真正的欢喜心，那就是经上所说的，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呢，成佛的机缘成熟，蒙佛加持，我们生了欢喜心了，生了决定的愿了，一心支持名号求生净土啊，这是真成熟了，这个真成熟了一定是万缘放下，不但不为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动心，佛法里头所有一切经教法门，我们接触到也不动心，我一句弥陀念到底，决定求生净土，这个人呢，是成佛的缘真的成熟，
十方诸佛欢喜啊，看到你欢喜啊，赞叹啊，护持你啊，为了你这一生成佛了，永脱三界，圆超五浊。这是我们自己要清醒的，自己要努力，一定要一心奉行啊，不要辜负自己无量劫的善根，不要辜负诸佛的加持，不要辜负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也不能辜负藕益大师这样详细给我们解释啊，我们这才真正能够上报四恩，下济三苦了。今天我们这个《弥陀经要解》到这里就圆满，跟我们预定的时间刚刚好相符啊。这个这一次讲这部经，南无张德生居士在这里为我们录影服务啊。开讲的时候，他问我要讲多少次，我说48次。今天我们是第48次圆满，好，谢谢诸位。